咕咕，宝宝宝宝宝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仔仔波静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啊？在学校饭堂里面，每次去吃饭的时候呢，那个饭堂阿姨的手就好像得了铂金逊一样，本来舀一勺就有四块肉是吧？她抖一下，哎，掉两块肉，哎，再抖一下，就最后连肉都抹的了。我求求你别抖啦，我一学生吃块肉我容易吗？我阻拦我们成为祖国的花朵，不是老师成吨的作业，而是肉都不给我们吃的饭堂阿姨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一瓶豆瓣酱就显得尤为珍贵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肯定会很多弹幕说，哎，波静你恰饭海天打钱，那拌饭酱可以拌饭吃，那拌饭酱能不能跟大米一起煮熟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，Let's go。当当，这是我们新鲜出炉的拌饭酱拌饭，那我们来尝一小口，它是什么味道吧？哇，浓浓的香菇气味，使普通的白米饭增添不少色彩，使每一颗白米饭都沾满香菇，粒粒入味，这感觉能和花布并美，与盘古共生，使吃法来天地之造化，是日之精华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编不下去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喜欢独食人士吧？那我们叫老朱过来尝一下吧。喂，老朱，过来一下。我操，老朱，你怎么躲进品牛的衣柜？今天煮了个东西给你吃，没吃饭吧？刚吃，跟刚吃也得吃，来。浪费。来来来，喂你。我不会吗？感觉怎样？吃品油，不吃的巨人才死。鲅鱼小丽早知道吃令魔我一水而安。全民恐惧症患者 Quest 姐说：“爱粉台成功恢复 Q 人生活。”陈小鱼不高兴，联合赞助播出。